你只需要记住，你是我顾琛的妻子，是我顾琛最爱的人，不论过去还是未来，一辈子都是，生生世世都是。顾琛，你越爱他，我就让他越恨你。你放心，不会有人打扰的。替我报仇，那我就自己去。我一直在提案小曼做事，你一直在骗我。废物，把这些照片处理成我想要的效果。 豪门夫人艳照满天飞，你立马跟他离婚，被玷污过的女人还配待在顾家，立刻离！我是绝对不会跟你离婚的。林墨晴，你上钩了，宝贝，醒了。现任，不要走，对不起。 我利用你，对不起，我必须报仇。今天我一定要跟他同归于尽。